哇，太烫手了！哦，多少钱一斤？18。18，哎呀，这大羊蹄子挺大呀，没打水吧？好嘞，来给我来给我来两包，大羊蹄真大啊！两包羊蹄儿回家给它卤制，等老婆下班回来吃。路过西瓜摊儿，哎呀，这小狗哈喽啊！这呢这呢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叫什么名儿？球球，球球，来球球，嘿嘿，这小样。哎，这俩嘚瑟的。现在咱们把这羊蹄儿清理好的羊蹄儿下里面啊，咱们今天用的是高压锅，这万能的调料包啊，这以前阿谦开店时候都用过，然后下入葱姜蒜，最主要的是这个黄豆酱啊，咱们卤这个羊蹄儿必须得放点酱油少许，白糖必须得来，提鲜的啊，老的来白糖，味精，鲜盐。羊蹄儿上桌喽，终于好了，有没有食欲，朋友们？开搂喽，哇，看看这羊蹄儿有没有食欲，秘制的，嗯，我的妈呀，阿全的厨艺太高了，哈哈。这菜必须得喝点啊，敬粉丝们了。哇，这才是芒果的胶原蛋白。哇，太烫了。哇，太烫手了。我的妈，一点都不膻啊。